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6年10月1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高雄市50%的建蔽率让民众的财产形同少了一半，市议员黄少廷也针对大楼和透天厝的建蔽率相同表示不合理，要求都发局要因地制宜回应民情，尽快修改。研发创新是产业永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市长陈菊在105年度 SBIR 成果展中表示，市府将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也将扮演好企业和中央的桥梁。前镇区圣心社区在左营万年祭台客五大赛中夺得冠军，领军的里长夫人钟凤梅表示，除了感谢队员努力之外，对于能将地方特色融入台客五比赛中，觉得相当开心。首先关心市议会的消息，高雄市现行50%的建蔽率，造成许多老旧社区无法重建，更有民众抱怨说自己的身家财产因此少了一半，希望市府单位能够检讨松绑。市议员黄少廷在公务部门质询中，也针对大楼和透天厝的建蔽率竟然都相同，表示非常不合理，要求都发局要因地制宜回应民情，尽快修改。高雄市现行的建蔽率已经有30几年了，随着都市发展城乡风貌的改变，市议员黄少廷认为50%的建蔽率早就不合时宜，不但造成旧部落老屋无法重建，人民的财产也缩水，引发许多民怨，希望都发局能听到各界的心声，赶快修正。我要跟清楚他们的财产跟他们的土地的管理啊，我买一块20坪的土地，我一楼能起10坪而已，像你讲的，我就一个客厅楼梯经悬光，我就无啊。所以谁来违建？我要跟大家讲啊，我也讲给市民朋友听啊，这是有点官逼民反啊。我嘛做不想要违反呢，局长。这个我们积极来办理了。我们今年预算通过，我们明年就启动，而且甚至我们现在都在做事先的这些资料的收集、收整了。争取合理的建蔽率，黄少廷进一步针对目前高雄市不管是大楼还是透天厝都采取单一标准，表达强烈不满。尤其高雄民情以透天厝居多，用建蔽率来管制民众私人建筑设计，实在有点管太多。透天厝都是自己家在住嘛，好，我到家己的空间，我到底要起伫内底，起伫外口，我自己应该要有弹性来设计。你大楼无同嘛，你大楼是一个集合住宅，可能内底有100户、50户，所以你。在起的时候，一定会留一块较大的空地啊，还是公共空间，让大家做伙。所以我讲，你大楼的建蔽率加透天的建蔽率应该爱无同。都发局长李宜德表示，目前已经编列预算研拟相关办法，希望能改善争论已久的建蔽率问题。黄少廷则认为，高雄市建蔽率太低，已经是严重的民生议题。议会中大家不分蓝绿，都希望争取更合理的做法，希望这次等到的是好消息。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如何维护高雄市的道路品质，也成为这一次公务部门质询当中议员关心的焦点。市议员郑光峰就常接获到基层的反映，说市府铺设的道路为什么都分阶段做，而且有的时候做一半就停了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经费不足，所以希望市府能够努力争取预算，落实路平精神，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针对市府最近几年编列的道路维护预算，从103年度的7亿到105年度逐渐减少到5亿7000多万，市议员郑光峰表达高度关切，忧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尤其道路品质攸关用路人安全，基层也常抱怨道路铺设工作不但常分段进行，又只做一半，希望公务局能加强重视改善。卖做一半啦，就是讲中安路也好，沿海路讲哦。一段甲四段，你著规去做哦，你也莫讲来甲阮遮啊，搁转去啊。中安路也同款，
来到讲啊，会装啊你啊，讲啊，阮会装啊你，甲细汉，简单讲就钱哩输赢。啊，毋过吼，这一半一半的道理，就会变讲分成说，是到底你要升啊，我这边你头啊是我买，是不是局长这边来做一个，把这样的一个经费或者策略上能够来做一些修正？那在明年度的预算确实也增加了，一个就是也谢谢地震局这边吼，用平均地权的部，平均地权基金的部分吼，也有在支援吼。那另外有一个是灾害准备金的部分，那当然使用灾害准备金一定要符合灾害的条文呐、啊，一定要符合它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预算呢也有，坦白讲也有在增加。公务局长赵建桥回应，今年市府铺设的道路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尺，包括中华路、中安路和民诚路等重要路段。明年也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计划5亿经费投入道路维护，希望加强推动路平专案，保障用路人安全。除了反映道路品质问题，郑光峰也关心公园的交通安全，因为有不少人将机车骑进公园发生车祸意外，希望养护单位能想办法管一管，劝导为主，然后把它善利上怎么样带进去，我觉得这是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可能也不得不做，因为已经到很多管理上，包括我在公园碰到老会来跟我顶紧说也出过车祸啊，那么公园里面都会出过车祸啊，还有一个吊盖啊所以讲哦，这个是很为难的事情。含咱较资深的屋里上、屋巴上吼，拢骑奥特曼的哩，哦，啊，伊内底发生车的位，我也有看到啦，哦，啊，所以其实我们的都规劝他以劝导为原则。那基本上哦，在劝导之后，如果再不听哦，一次、两次、第三次，我们可能就会开罚啦。郑光峰建议公务局以劝导代替罚单，或者鼓励社区认养，协助秩序管理，让公园成为民众放松心情、安全休闲的好地方。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继续来看高雄市地方产业创新研发的成果，这一次一共有10家优秀厂商获奖。市长陈菊表示，研发创新是产业永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市府会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也将扮演着企业与中央的桥梁，让高雄产业更具创新能力。林启平运用研发系统所来开发的狮子。105年度高雄市地方型 SBIR 成果展17号在四维行政中心登场。除了邀集多家参与年度计划的厂商展出研发成果，市长陈菊也逐一颁奖给10家优秀厂商，期勉他们持续研发创新。恭喜元泰发，恭喜！很多好的成果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力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慢慢的脱颖而出，那我们这些产业可以说是高雄，非常重要。哦，我这就是高雄，哦，引以为傲，也是高雄的本钱。啊，我会积极来推展真侪重点，啊，希望会当让咱高雄的商业真紧会当转型。陈菊表示，研发创新是产业永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市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未来也将持续扮演企业和中央的桥梁，协助争取研发补助计划。我们这10年来看到地方型的 SBIR 计划，那带领我们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所以我们高雄市政府未来协助高雄的中小企业再继续来推动办理，我们希望未来我们高雄市的中小企业能够更有竞争力。谢谢我们的耐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么力挺我们的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地方型 SBIR 从1997年起推动到现在刚好满10年，不仅实质减轻研发风险和负担，并且引导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研发。105年度参与研发创新的厂商涵盖半导体、物联网和观光文创等各面向领域，研发成果都相当亮眼，预估将可有效提升产值将近3亿3000万元。创新高雄，产业起飞，首赞。港都新闻李嘉龙、赖昌邦采访报道。太
泰国侨商国家建设与投资参访团呢，18号南下高雄拜会。市长陈菊表示，高雄已经从重工业朝向高科技产业转型，中央政府更加码提升高雄的基础建设，所以目前投资高雄正是时候。此外，他也希望在卫生医疗还有农业技术上，能够加强高雄和泰国的合作交流。驻泰代表处童振源大使率领泰国台商等一行人南下访问高雄，拜会高雄市长陈菊。市长陈菊表示，高雄市已经逐渐摆脱重工业城市形象，由过去的传统石化产业朝向高质化低碳发展。3年前的石化气爆后，更奠定建构安全宜居城市的决心。我们认为追求高雄是适合人居住，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过去的重工业都一定要提升，产业要升级，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局高雄市政府的团队很努力在让我们的产业升级。陈菊市长表示，从前市长谢长廷之后努力达到南北平衡，如今捷运红橘两线完成之后，又争取到黄线以及红线延伸到陆竹科学园区，才促成华邦电落脚高雄，目前也积极争取陆竹园区扩编，现在投资高雄正是时候。赖清德院长他要解决我们很多企业投资土地的问题，包括相关配备水电，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的很多这个劳动条件等等很多问题，他现在都要一并要解决，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时候正在台湾景气慢慢的往好的方向都在恢复中，就是大家回到台湾投资台湾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另外，高雄和泰国的气候环境相近，都曾经受到登革热困扰，如今高雄市防治登革热有成，而农业的产业和行销推广方面也有不错的成果。陈菊也希望高雄能和泰国合作交流。你急救看你有发烧立即就送到医院，这样来控制，还有很多方法，这个方法龙大使在我们都可以来处理，所以我想有很多可以合作。我们农业的部分，台湾农业的强项，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合作。会后，童大使和泰国台商一行人也将视察高雄投资环境，并且听取亚洲新湾区新农业发展等简报，对高雄都有一番新的认识。港都新闻李嘉龙、赖昌邦采访报道。左营万年祭台客舞大赛今年的冠军队伍是由前镇区的圣心社区拿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支队伍是由社区妈妈所组成，队长就是里长夫人钟凤美。她表示，2个月来呀，不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大家都不辞辛苦的练习，还将在地特色融合到台客舞当中，最后终于夺得冠军，让大家非常的开心。万年祭台客舞大赛冠军8万元的海报张贴在圣心里办公室前，让人不注意也很难。辛苦2个月，终于击败强敌，赢得冠军。队长相当兴奋。最近天气非常热啊，这些妈妈为了得到个荣耀，非常认真，配合的很好啊，就是虽然跳得满身大汗，他们结果能得到那个荣誉，非常高兴。多次参加台客舞比赛，今年拿下最佳成绩。钟凤美感谢全体队员的辛劳，尤其是宣布获奖那一刻，每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最后宣布到我们那个圣心里得到第一名的时候，那现场那个很嗨的，非常高兴的感觉，非常兴奋。这些妈妈跟我讲说，那天晚上都睡不着。像我就是练到这个腰都有点都在痛，还是看医生，然后有的脚就是不舒服了，所以大家还是很卖力，因为为了这个荣誉，我们真的非常废寝忘食的在练，天天大家都把时间拨出来，能来一定来，不能来也是尽量来，所以就把这个成果练出来了。圣心里的妈妈们为了赢得好成绩，编出具有在地特色的舞蹈，不论是团队默契及表演特色，都获得评审一致青睐。在十组决赛队伍中拿下好成绩，也赢得奖金8万元。尽管这段日子辛苦练习，但赢得冠军奖杯那一刻，再累也都很值得。台客舞万年，圣心社区妈妈最赞。
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怎么会有人想要报案抓自己呢？高雄市顶警所员警接获民众报案，之称有人吸毒哦。但是员警抵达现场之后，却没有发现有人吸毒，只有报案的人在一旁一直催促着警方，这才发现原来报案的人就是吸毒犯，因为他想要入狱戒毒，才会报警抓自己，让警方是啼笑皆非。顶京派出所九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三民区殡葬管理处那古塔旁吸毒。到达现场搜寻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还向员警表示自己吸食毒品，要求警方依法办理，将他送入监狱戒毒。哎，你有报案吗？啊，我卡呀。什么代志啊？我卡了。他向我们警方供称了他自己有吸食那个一级毒品海洛因的那个毒品那个情形啊，那同仁呢也在现场啊，发现他那个分那个毒品的那个分装勺子啊，还有一些那个残渣啊，我们带回那个香验以后啊，他有那个呈现一级毒品的反应啊。报案人就是吸毒者，让警方啼笑皆非。原来他染上毒品，与太太离婚，怕小孩受影响，才自己报案，希望能入狱戒毒。他同仁到现场在找的同时，他又打了第二通。啊！一直跟我们警方说：“啊，恁现在哪也袂到啦！啊，我啊，家己要报案自首，啊，你搁我找不到你到底是什么情形啊？”他为了怕自己啊，唯一的儿子啊，因为吸毒，因为自己吸毒而离开他啊，所以说他当天晚上在本所辖区啊一个纳古塔旁报案说他有吸毒啊。嫌犯因为喝了酒神志不清，才打了电话报案，清醒后也相当懊悔。警方呼吁民众，毒品一旦上瘾很难戒除，而且会出现精神妄想等症状，千万别吸毒，以免遗憾终生。港都新闻王思武、洪静怡采访报道。为了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蔚为风气，慈济人文置业中心推出陪伴阅读系列活动。第一站来到左营区的新上国小，除了提供超过500本的课外童书，还有一系列认识台湾原生种及食安教育的摄影展，每一个环节都让孩童大开眼界，也沉醉在书香世界里。新上国小的学童专心听着慈济师姐的解说，认识台湾特有鸟类。很像，对不对？你看它嘴巴，它是红嘴蓝雀，它的声音很好听，那也是外来种啊。为了让孩童更加认识生活周遭的一切事物，甚至是对生命的体认，慈济人文置业中心来到新上国小，举办一系列陪伴小草长大的阅读故事活动，获得校长大力支持。平常就有在推动阅读教育，可是呢，我想这次像慈济，因为有很多的社会的一些企业人士的赞助，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展出的书的值跟量都是非常高的。好，那我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展览呢，能够让小朋友在阅读更加的深化，然后打开他们心灵的视窗。展览室里摆满各式各样类型的课外书籍，有认识台湾系列，也有科幻小说，每一本都吸引孩童探索目光，享受文字创造出来的缤纷世界。看到这边的书都想一口气把它看完，大部分时间都是看那种惊悚书，所以呢比较不会看了。可是如果要看的话，就是爸爸妈妈规定的那种。那喜不喜欢就是学校这么多的书？喜欢啊，因为我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比较常看书。台湾面临少子化困境，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之宝，他们的未来更是你我所关心的重要课题。因此慈济人文置业中心长期推广阅读，要用书香感染社会风气。这一次在新上国小应该超过500本的书，这些书我们都会跟新上国小留下来给学校。那另外我们还有14到15所学校，因为附近也有很多学校没有来做这个参展，那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都会送给他们60本这个孩子的童书。除了文本书籍阅读、故事行动剧的演出和走廊的摄影展览，都是慈济用心为孩子规划的学习活动。毕竟教育并非立竿见影的工作，而是透过长期陪伴和心灵陶冶，才能孕育出正向能量。港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
为了宣导医病沟通观念，今年全国病人安全周活动在高一登场了，并且加入多元主题，分别针对病人以及家属规划出不同的健康照顾活动，希望加强宣导医病沟通的重要性，也鼓励病人主动反映自己的状况，共同建构安全的就医环境。医院大厅传来美丽音乐声，吸引民众。原来是医师亲自演奏萨克斯风，为病人安全周节开序幕。2017病人安全周温馨登场，今年主题是医病沟通。而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添加感染管制及医病共享决策，希望大众响应安全周活动，同时也举办多元推广活动，吸引大家对安全的重视。重要的是说，现在讲求是共同决策，所以病人要了解说我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每个治疗方法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那最后他可以跟家人共同讨论，跟医师共同讨论，那么来决定说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这样的话也等于是医病沟通的一部分。医病沟通行动小短剧结合时下最夯的电视剧主角，活泼生动的演出让安全周口号“病人安全我会应”深入刻在民众的脑子里。该我的药啊，上济200块尔，200块哦，对啦。医病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然后大家共同来做决策。你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你对自己要接受怎么样的治疗，你有决策权。周边还有管制小园地及有奖征答等活动，吸引许多人参与，拉近病疫之间的距离，提升良好关系，民众也获得许多支持，受益良多。很好，就回答这样子，然后就很努力叫我们怎么病，然后怎么照顾好这样子，也服务是很好。响应回应反应三大口号，高一希望透过安全周的活动宣导，期待与病患共同建构安全的就医环境。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热爱马拉松运动的民众请注意喽，第九届高雄国际马拉松将在明年的2月25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举行。振奋人心的消息是，赛事的总奖金提高到了207万元，并且共有9大专业服务升级，欢迎民众一同共襄盛举。一年一度的高雄国际马拉松，明年2月25日将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开跑。这次赛会将有几项变革，包括总奖金提高到207万元，男女子组全马奖金调整相同，第一名都是30万元，并且专为国内选手组设置第一名奖金6万元。高雄市希望透过提升赛事专业服务，让选手们再创赛事高峰，也欢迎热爱马拉松的民众可以一起共襄盛举。操办马组比赛之外，还有适合全家大小一块。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港都生活讯息。由法务部矫正署主办的2017创意飞扬翻转人生活动，这个月的27号将在星光三月左营店10楼盛大登场了。现场除了展示全台各矫正机关收容人的文创作品之外，还有公益福袋限时抢购，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加。继续带您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2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4到31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有雨，气温是23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22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MOD 全新登场，15部电影免费送您看。现在下载 BBMOD App， 注册会员，并和家中机上盒配对后，不管想用电视还是手机看电影，通通没问题。动动手指，行动电影院带着走，千万不要错过哦！请洽青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